囡仔大汉哦，拢家己大啦。啊，厝内哦，拢家己着爱摒扫，本地家己有法度通应付。顶下无拄好去摔着腰啦，啊，即摆腰煞撑袂住啦。哎，即摆摒扫真正无法度呢。哦，特别那咧摒厝内哦，哎腰着痛到要死。啊，我家在阮新妇家穿这条古腰的腰带，我挂了吼，即摆腰拢袂酸安尼。即摆哪怕扫厝内啦、流涂骹啦，腰拢嘛袂痛。而且哦，伊这哦拢足通风的哦，一点嘛拢嘛袂翕。这条古腰腰带吼，真正赞啦。咱这个年纪哦，就是爱娇顺。好好啊，耍的时阵啦，咱少年的时阵哦，就是无好好啊顾身体。到这个时阵来，哦，要晚也不是，啊，要坐也不是，啊，所以拢安尼袂好势，袂舒适啦。啊，即马来一个出力咯，哦，腰都安尼酸噶啦，害我即马拢无在条抱我的孙啦。啊，再我有这条腰带，我即马腰安尼拢袂酸啊嘞。啊，即马哦。那是要带阮孙出去佚佗，还是要抱阮孙哦？拢凉凉啊啦！啊，这条过腰的腰带哦，实在太好用了，赞啦！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常常需要久站久坐，因为公司规定一定要穿高跟鞋，害我每次到下班前就受不了了。还有一次因为跌倒的关系，我的腰足足痛了三个多月。但是自从有了 KMG 透气高弹力人体工学副腰带之后，我天天佩戴着它，再也没有腰酸背痛的问题了。而且它很轻便，薄型设计，更能穿在外套里面，完全不会影响上班，非常透气，完全不会闷热。有了 KMG 透气高弹力人体工学护腰带，那我不再腰酸背痛，更不再害怕穿高跟鞋喽。因为工作常常需要搬运重物，从早搬到晚，很容易腰痛。我想这应该是职业病，但要养家糊口也没办法不上班。还好同事推荐我使用 KMG 透气高弹力人体工学护腰带，现在我搬运的时候都可以佩戴，不仅支撑我的背部，更能保护我的腰部不受到伤害，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腰部问题会影响我的家庭。 KMG 透气高弹力人体工学护腰带真的帮到我，真的太棒了。